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安全抵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带我的美国朋友见见世面。This is the biggest airport building in the world. 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的一个楼。It's like a bullet train. And we're going to take that to Beijing, okay? Are you ready? All right, let's go. This train, clean and fast and efficient. And we're going to get to Beijing super quick. 上车了。他们三个一家人是第一次来中国。你几岁了？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bullet train?I think that it's very smooth, very nice, and it's a very enjoyable ride. So are you ready to go see Beijing now? Yes. And this train is a little nicer than American trains, isn't it? Definitely. No offense, America. This is Beijing's Dax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Built in 2019, is the world's largest single building airport terminal. Costing $17 billion. Built for the people to be used by the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lives. What did America just spend $17 billion on?One nuclear submarine, a B-21 long-range strike bomber, a ground-based strategic deterrent, a long-range standoff missile, and more bombs. 你们中国人也太能吹了吧！哪个国家的机场会到处写最让人愉悦的机场、最干净的机场？我听说这个是最高科技的机场，那我们去看看有什么高科技吧。这里发现了一个三连插航班，我还没见过这种机器。出现了吧？这里还可以导航找自己的 gate， 因为经常在飞机票没写你的 gate， 所以找真的很麻烦。但是现在真的是刷脸就可以找到。这里真的我发现了有各种各样的位置，就这里的位置就很适合学习，有些适合工作。但是我听说还有可以睡觉的位置，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睡觉位置。最喜欢的睡觉区，充电。这里整个机场都有免费 WiFi， 还有 5G 网络。什么是感应按钮？我真的糊涂了。不用按。我真的没有碰。这是什么黑客体？吓了我一跳。不过确实很卫生，还有一个母婴休息室。这对女性也太友好了吧，可能下次来我就能领到。里面真的干干净净，可可爱爱。这个机场有多干净呢？小朋友都在地上躺着。不要不要太快，不要太快，不要太快，小心。Sorry 对不起，对不起，我开着开不了，你不能生气。气死我了！给我买个 LV， 我才能原谅他。今天吃四川菜，机场里的价格和外面一样，真的不敢相信。还有超级多美食，这里可以睡觉、看电影，还有 SPA， 足浴，真的好爽。真的是最令人愉悦的机场啊！觉得把 Asia Pacific 换成全世界也完全没问题。祖国强大，民族复兴。不瞒你们说，我来北京玩了6天，最好玩的竟然是个机场。那朋友们，我们视频就到这里了，不要你给我们点个赞。它是新中国70周年华诞大礼，它早在1993年就已经做了规划和建设空间预留，它身价将近800亿，它被外媒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首，它就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和河北省廊坊市交界处，北距天安门46公里，南距雄安新区55公里。2014年12月26日开工建设，2019年9月25日正式通航。建设过程中，我们夫妻二人先后4次到访，并拍摄记录下这宝贵的影像资料。大兴国际机场总建筑规模约140万平方米，航站楼面积70万平方米，设104座登机廊桥，地上地下一共5层，轨道交通在航站楼地下2层设站。